他干嘛呢？嗯，不知道，刚才咬我一下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是不是被电压住？好像不是，它没有。那真的。你去窝里待着吧，好吧。你快写吧。有8430斤，再加上1390。那你用8430加上1390，你算的是什么呢？算的是它30加2110。对，它最后一个月，它第五个月，它是不是还是能攒2110呀？嗯，对吧？对，它跟它要攒差多少钱没关系，而是第五个月它又能攒2110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？所以怎么写？所以需要5个月。嗯，你现在写的是几个月来着？对，你怎么这个表情？他觉得这个题太简单了，但你都不会，他笑你。可是按猫的生命来说，它不是40多岁吗？40多的才觉得你这题特简单的，才笑你呢吗？我以后不叫你妈了。够了，是吧？对。嗯，简单吧？简单。嗯。我知道，这说的简单是为什么？走走走走，跟我下来下来，你别在这糗着了，快。弟儿。我写完了，姐姐写完了，快！我写完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弟儿，走了。那拜拜了，拜拜了，姐姐走了啊。只能跟你说 sorry 了。say 了 goodbye 了，给你。goodbye。姐走了。快呀！这就对。默默来了，去给默默开门吧。出来等你了，是默默啊。哦，哎，我你去哪儿啊，弟儿？怎么了？他要串门吗？新超市来吗？草莓西西。你还在录视频？睡着了吗？